非常的开心可以接到云林科技大学的校唱主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本人追了姑姑，追了从国小六年级到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两年了，我还在热爱她。让我们欢迎姑姑。Hello， 科技大学的人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哇塞！前面的介绍时间太长了吧？差点把整个故事都讲完。你们包容就坐好不好？Thank you.